就是那个善言，贼人休走！ 二愣子没死吧？没死，陆哥，聂云哥只是砒霜中毒，然后被砸晕了。我把他弄出来。先是李母杨氏，归于淑英之灵位，不女林命之灵位。你醒了？你是有什么冤情吗？你可以跟我回去。你和罗家谁对谁错，我们会给你一个公道。 大叔，解释一下，我不太懂你们的缘由。毕竟你也杀了好多人，等你醒了冷静一下了，我们再聊聊。阿元，你应该还举不起千斤重的石头啊？你是怎么把二愣子弄出来的？哎，老大，你还记得我有一枚可以把身体部位变大的丹药吗？ 你那枚丹药变大身体部位不是不受控制的吗？你把手变大，把石头拿出来了。哎，那枚丹药被我改良过了，不用口服，直接捏碎，凡是闻到的人都会变大身体的某个部位。我在坑上把丹药捏碎了，然后药箱就顺着石头和土壤的缝隙进了聂云哥的鼻子，然后聂云哥就把石头给顶上来了。 啥呢？我变大的是鼻子。嘿嘿，我当时根本被压着使不上力气，鼻子变大，把石头顶起来一些之后，根本就可以抬起来了，然后才用灵力把石头推开的。牛掰！陆哥，你要把这个人交给罗家主吗？交个毛，把他交给衙门，然后咱们看着关老爷审案。你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好人吧？他当街把一个女人的头都砍下来了，而且还把我都打伤了。 杀不伤的这个衙门再说，这大叔杀了这么多人，手段也确实凶狠，估计是难逃一死了。但肯定得先把事情弄清楚啊。我们听个案子不也挺有趣的吗？你们听过案子吗？正好我也没听过，咱们一起去。在去之前，我们还得先把这个大叔弄醒，然后让他配合一下。 感谢三位峨眉上仙，居然这么快就帮本教主抓到了这贼人，我罗家真是感激不尽呐！善言，你把刚才对三位峨眉上仙所说的事情再跟所有人说一遍，看罗家家主如何回你。我不跟你说，我跟你告过冤亲，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将我关进了大牢，要不是我有点本事逃了出来，只怕早就死在牢里了。 你愿意做修仙者的狗，我可不愿意。
你这贼人手段歹毒，一个月以来害我罗家五口人，此刻居然还当着峨眉上仙的面诬陷本家主和知府大人，真是其心可诛。三位上仙，爱请明察，切勿信了这贼人的鬼话。三位上仙，罗家家主说的对啊，这个单捕头已经不是朝廷的栋梁了，而是一个手段残忍的杀人犯。这会儿居然诬陷父母官，这真是罪该万死啊！还望三位上仙。行了行了，这个案子由本至尊来审，你下去。啊，这林上仙，这不符合皇上定的规矩啊。那你让皇上过来。罗家主，这位单捕头方才跟本至尊说，他之所以杀你家人，是因为你先杀他妻女在先。他说他妻子在家中被你强暴，然后激烈反抗并辱骂了你，于是你就恼羞成怒杀了他妻子，还杀了他女儿泄愤，可有此事？首先，这是赤裸裸的污蔑。我是罗家家主，想要有女人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犯得着去强暴他一个凡人的妻子？修仙者都是你这样的，敢做不敢认？我跟我妻子自幼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后托媒人介绍相识，育有一女名唤林丽。对于我这样的孤儿来说，妻子和女儿就是全部的家人，但却接遭了这老狗的毒手。事发之后我也曾想过报官，但这个知府二话不说就把我关了起来。我曾是晋国第一捕头，为朝廷为百姓做过无数事情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任劳任怨，结果我的妻女遭逢大祸，你们只因为对方是修仙者就变得举国皆敌。我不甘，我要罗家承受千倍万倍的惩罚，即便堕入十八层地狱，我也要罗家死。上仙，公堂之上这般喧哗，按理来说是需要责杖三十的。您看。呸！罗家主，可有此事？少仙，这完全就是在污蔑，这次根本就是在污蔑本家主。本家主是修仙之人，怎会看上他一个贱民的妻子？这简直滑天下之大忌。对啊，上仙，除非这位单捕头拿出证据，不然光靠他一张嘴肯定是不行的。这吹牛谁不会啊？下官还说他杀了我全家呢。说到底呀，不就是想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吗？嗯，有道理。对啊，林上仙，单捕头没有证据说本家主杀他妻女，但他杀本家主的家人，大伙都是亲眼看见的。今天我的三夫人才身首异处，尸骨未寒呢。也是哈，这没有证据确实不太好办。六哥，我有办法。